我们真的没走错路吗？ 这鬼地方除了草之外什么也没有。 你们说的东方神秘术看上去根本就是个骗局。 没人拦着您自己回去。 竟是两位狐殇，我是代班的执礼曲娘。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？我们的同伴变成了马，被一只会说话的巨鸟带走了。你们不应来此。雨人却与城内机器失踪案有关。你身为祥瑞，究竟为何这样做？ 若再不制止，便是真的祥瑞来了，也无力回天。胡商不过是京城的托词，他们与雨人原本就是一伙的。 寻找的东方神秘术需要的代价远不止这些。通缉令已一样魔化，请过目。如此甚好，多亏那胡人娘子工于丹青。 如果这只是个假设，要是我做了一块牌匾送给你，就挂在这的墙上，刻什么字比较好？大公无私，乐善好施，好像都不太对。或许简单点，唯耳听好，怎么样？今年的新酿。 我已为你施加便于交流的术法，如此便可依据礼节互通民心，称罗葛天即可。你也想握手吗？ 好的，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及时已至，与子月响，轻盈如鹏草，迅捷如电光，一曲终了，回流余音。为某人温一杯酒吧，君令如山，五十良机，五角齐鸣，剑该出鞘了。